个角度的，对，中心中心对，然后你这个角度，你看这个后面这里有一个角度，你可以把它小心老师你的手这里，好，可以吗，老师？那个杨老师点很重要的一点，这个圆盘砂纸机你要用的时候，绝对不能用这一边。我知道。好，因为这边，因为它是这样转，啊，它是这样转，你用这边会转出去，你去尾就尾。哦，哎，啊，这个还要怎么用？好，你只能用从这里到中间点。就是用这边抹，对对，因为它是往这边转，你看，就是它转的时候会抛出去，对，会抛上来，这好像一抛下去，敲下去就要抵住，这抛上是危险的，所以一般只用一半的地方，甚至说我们会画线，这画一点红，这边画红的，哪边可以用？对，画一点。你这样它带上，对，带上来怎么样？东西是抛上去。你用物理的话是抛上去，这里也抛下去，抛下去怎么样？没事啊，抛上去呢，你手不稳就飞了。对，它只能用这边。对，尽量到中间点的中间。是我们习惯着。啊，另外一个，另外一个这样，不是，老师，其实它是成立而已，要成立而已，是成立。朱导，我那天给你请过的那个，如果过的话，两张桌子，一张摆这里，这两台我会把你设置到这一边来。理论上是一张桌子放两台机，就一台机具啊。这个刻意摆写的用意是。陈列，因为没有空间了，现在没有空间，是陈列，现在陈列而已。现在在等你陈列，对，到时候会跟他摆。一般是最多两台机器，要么是会比较，就是比较挤啊，挤的话有时候碰撞会容易产生危险。对啊，所以这两台我预计说把你摆这边，那两台摆这边，因为这里有洞洞摆，你的钻头，他组长问我你两部这个，好，那个钻头，然后你有两台机器，两部钻头嘛，哈，那你在这里一取很方便，那这个机器呢？你可以把它陈列到这下面来，知道如果不常用，然后这边因为这个是砂磨机，所以你用的时候用完后可以马上的去把它洗，可以吗？它所有的集成设备都放在这里，老师有很多配管，为什么这箱子没拿开？就是如果把配管都放了，不好意思，老师我帮你。好，这些配管因为收纳的关系，我先帮你存放在这里面。好，这些配管，好，现在新人接管是。然后我们顺便试一下这个机器，好了，这些吸尘器啊。对啊，那是快，那个虎钳啊，那是快速虎钳。这些是我学科，啊，我也是研习操作两三年的，你放心，全校我在仅次。是啊，是这样。没有，我是说，可是我们这教室看起来，感觉上比那边更棒，你会觉得？这乍看之下。然后，组长那个老师这样，如果说你那个过了哈，我会帮你采购角钢是这个颜色的，同一系列，然后放在这里。你不要放在什么地方？这个，这里到这里这样1.3米，它是1.22米刚刚好，而且它桌子落在这个下面，所以有量过了。这个是我那个帮你有那个哈。那这两台砂轮机、砂磨机会在这里，那钻床那两台摆在那里。对，老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当初不敢帮你剪掉。那个是一个网路线，那个电脑教室，那个喇叭线，就应该就是喇叭线了。就是。那讲到这洞洞板，知道我帮你装了这些，如果那些待会用完后，我会帮你排一些过来。好，这里有一个那个可以换油罐的，基本上以需求为主，需要什么再买什么，但是大部分我都帮你。这两台机器要看一下吗？